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期嘅节目。今日2019年嘅11月5号嘅。咁我而家所在位置咧系南宁市嘅人民公园，山顶嘅，南宁炮台就喺啲噶啦。我系咁作镇宁炮台嘅。呢、這个炮台咧已经系好古老噶啦，系两广总督陆永廷年代噶啦，已经系好耐噶啦。咁當時咧就係陸永廷咧就喺德國進口嘅，喺廣西嘅龍州運翻嚟嘅，運翻到南寧嘅。陸永廷咧，相信每個廣西人應該都識得啦。佢係當時嘅兩廣總督，係南寧市武鳴區寧武人嘅。陸永廷之後咧，時代之後咧，先至進入李宗雲同埋白崇禧嘅廣西嘅時代嘅。所以可能打得好遠喎、哦。炮弹啊，啲炮弹好多大嘅，德国进口喎、啊，可能系有成百年咯、啊，有啊，我是百年啦、啊，我嚟下啲我哋射啲我都几十年咯、啊，就是、陆永廷年代喎、啊，两广总督喎、啊，两广总督就是、武鸣人喎、啊，南宁武鸣人喎、啊，嗰只啊。是德國進口喎、啊，以前都有咁先進嘅武器喎、啊，以前啊，咁係咁又咪周末呢？咁我就諗起1979年咧，係中越戰爭，自衛反擊戰。咁當時咧，越南有一句説話，做一人咧就可以打到南寧食早飯嘅。咁堂堂5000年歷史嘅大中華，有咁容易入心嗎？事實證明咧，最後咧，中國一個月之內就可以進攻到越南嘅首都啦，俾越南一個好大嘅教訓。为家邦，为了你血中那份特质，世代留下。谁敢进驻你的家？孩子赶走他，不介他什么狗道，要似你祖先尽一心为了这国土。鲜血洒，谁敢进驻你的家？为了这国土。